来，往中间回来，来，眼睛看镜头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右边一点。来，我们从右边再回来一次，右边开始，来。右边，这边。看下面。来，往中间。中间。继续往左边。好，继续这个，我们也要让电子媒体有您的这样的画面。我们从后排的左边看起，好不好？来，麻烦，这是我们演奏类最佳作曲人奖的得奖者陈心若，得奖的作品是《颐和园华尔兹》，收录在《爱无界》专辑。继续慢慢的往中间，往右边扫过去，是由我们原动力文化发展事业有限公司所发行的作品。好，继续要麻烦我们得奖者再我们发表一下，刚刚有朋友没有讲完的。好，来，请跟大家。刚才没有讲，就是因为时间太短了，是感受的人很少。对，因为这个奖呢，因为有除了我自己以外，还有王涛功劳，还有回音室的功劳，哦，还有录音室的功劳，制作团队，对，来不及感受到了。了解。好，然后还想说的是，因为这张专辑我的创意是，我希望用现代流行乐把古老的中国音乐带回来，找回过去的生命。中西合璧，对，了解。想必是非常成功，得到了这座金曲奖，再次恭喜你，好不好？谢谢陈心若，谢谢。来。